一百十学年度匈牙利学生击剑比赛颁奖典礼，今仔日伫国立中华高中活动中心内登场。今年的比赛会当讲是竞争激烈，经过精心的评选机制之下，选出各组得奖的人，并且公开颁奖表扬鼓励优秀选手。得奖的同学摕到代表比赛相关荣誉的奖杯，甲大家来分享。一百十学年度匈牙利学生击剑竞赛颁奖典礼，今仔日伫国立中华高中举办。今年的比赛总共有全国182间学校、770位选手、甲指导老师共同参加。这嘛是中华县内难得举办的大型竞赛活动。基本主办的中雄校长表示，感谢教育部国教署伫中华高中办理今年的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匈牙利击剑竞赛。让全国学子都能有机会来到中华参加这场盛会。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商业类科技竞赛经过三天的激烈的竞争，在今天呢要颁奖典礼，我们非常高兴的教育部的主任秘书廖兴国廖主秘亲自来颁奖。那这一次呢，一共有182所学校参赛，有770位的选手，共参加11个职种。今天呢，将近有100多位的金手奖的得主，还有优胜占了将近300位。我们很感谢企业家大力的赞助我们，提供了优渥的奖品跟奖金。我们一共发出去69,800多块的奖金跟奖品。议会中华馆副馆长表示，每一位选手都是经过刺激的初选的精英，代表学校来到中华参加这边的比赛，只要会当站起舞台，就值得鼓励。我们这次教育部把全国高等学校商业类的技艺竞赛，在我们彰化高商来举办，那全国有700多位的这个选手来参加，那这些选手都是各校竞选出来的精英，然后在今天经过3天的竞赛之后，脱颖而出啊，那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颁奖典礼，我想这些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的这个好朋友啊，到我们彰化来，那彰化一直也在这个教育的部分啊，有重大的投资。我们经常在讲，这个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嘛。那所以我们很愿意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培育了很多精英，为将来我们的社会、我们国家、我们的产业来尽一份心力。议会教育部主笔马国立这边得奖的同学，拢是精英中的精英。无得奖的同学嘛，唔通放弃。伫咧比赛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了，将会当更加进步。这个竞赛只是一个过程，竞赛只是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历程。当然，最后的结果啊，可能会不尽如意，或者是你会这个会觉得说，这一次竞赛这一个过程，让你觉得结果很满意，但是这些都是你在技艺专业学习上面的一个历程。重点是在于说，经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对自己的学习方向以及这一次竞赛的表现，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思，回去之后我们继续再持续精进，持续让我们的技能再往前走。全国匈牙利学生击剑竞赛每一年都会举办一遍，是全国高中级匈牙利科上盛大的比赛，这边伫咧中华来举行，让所有选手会当伫咧比赛时阵欣赏到中华美丽人文景色。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